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那你说天台教学它这么庞大繁杂，那怎么做呢？啊，怎么学，怎么那个。哦，那首先呢，就是会有先给大家初级入门的天台学。哦，我们会用这个天台宗大纲的讲义，还有天台教观名相表解，来为大家讲说。然后之后呢，诸位就是要准备上台讲。所谓上台讲，就是啊，这个不是像我们这样，好像章句训诂要讲的很好很透彻，你只要专挑一个名词，佛法的名词，先从这个基本的开始训练。什么是基本的佛法名词呢？啊，例如说五戒。好，五戒大家都知道吧？好，五戒是哪五戒？请问大家。不饮酒，对不对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你得把它讲好，30分钟。第一个就是要先解释戒是什么意思，所以这个都是有训练的过程。然后呢，戒是什么意思？戒的功用，持戒的功德，持戒的利益好处，你要跟大家说，让听众引起善法欲。什么是善法欲？就是对于想要修学佛法的这个什么意乐，这个心啊，能够提起来，用世俗话讲就是兴趣。那你一定要说持戒有功德啊，持戒有好处啊，好处在哪里？我跟大家讲。啊，讲完以后再来讲，戒的意思是什么？啊，戒有分婆罗提木叉。什么是婆罗提木叉？别别解脱。什么是别别解脱？就是你持一条戒，这条戒就会像侦测器一样去侦测到你的行为、心态、想法哪里有问题的，然后你去把这些有问题的地方改正过来，所以它称之为别别解脱。持了一条戒，就从这里面的烦恼之中解脱出来。什么叫还有戒又称为施罗？什么叫施罗？施罗就是清凉的意思。有烦恼称之为热恼，就是身体会发热嘛，人会胡思乱想啊，头脑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心里面会乱想。但是持戒会使令你这个身心得到安稳，
既然能安稳，就不会胡思乱想。既然不会胡思乱想，身心就会平静清凉下来。所以他称之为湿罗，又称为毗尼或毗奈耶，好，等等等等。你就是先把这个解释清楚，再来解释每一条戒啊，都有它的开源、遮止、持戒的范围。什么是犯戒的？什么是犯戒的过程？犯戒的什么因素？做什么事情才不犯戒？不要做什么事情才不犯戒？这个你要讲清楚。在戒律里面叫做开遮持犯啊，之后再讲戒法四科啊。什么叫戒法四科？戒体、戒法、戒行、戒相。然后再来讲每一条戒，我嘞，每一条戒的什么是不杀生，那你要把它讲清楚。它有分上品罪、中品罪、下品罪，怎么样才算是犯杀戒？下品罪是什么？例如说打帮阿猴行啊，好，下品罪。那如果说杀鸡、杀鸭、杀牛、杀鹅、杀乌龟，中品罪。杀人呢？上品。那已在我们这个环境和世间，以断人的命根为最重啊，就是你这样能把每一条戒讲好来。这是不杀生的部分哦，还有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都按照这样的模式。要讲一个单一名词，那大家觉得好讲不好讲？对，先从这个开始讲，然后大家把单一的佛法名词讲好来之后，然后才慢慢的去像其他的初级的经典，就是入门的经典，像佛遗教经。遗教是什么意思？遗就是遗留下来，教呢，教理、教法。也就是说，佛最后要涅槃之前，涅槃就是人死去的意思。那在佛门里面，涅槃这个名词是一个吉祥的名词，是说人的一生修行啊，持戒或是学习经论，都有一个圆满的结束，然后烦恼完全的断除，这称之为圆寂。那么梵文音译就叫涅槃了，泥槃了。然后这个是佛要涅槃之前最后告诫弟子的经典，大概是从其他各个相关的经典抄录出来，集结成佛遗教经。他就是开始学这些基础的经典，然后再慢慢才学天台四教仪。那很多居士跟我说四教仪很深很难，那我就微笑的说，如果你觉得四教仪很难，那你教观刚中就学不来，教观刚中学不来，小止观就学不来，小止观学不来，那教观没有基础，那就没有办法学天台三大部。所以这个万事容易起头难，先从这个基本的训练，你就很扎实，
之后你才能学天台的基础名相，例如说什么是中道实相，什么是圆融三谛，什么叫做无情有性，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天外之语。无情有性就是无情众生有佛性，但是无情众生的佛性是属于我们那种能成佛的佛性吗？所以天台宗里面有一套论辩的过程啊，他的佛性称之为法佛性，也就是说佛性是跟法性相通的。我们凡夫修行也是为了证得法性啊，法性就是空性，空性充塞于所有的无情有情之中，所以这样是不是就能够连结在一起？所以无情有性，但是你说无情众生能不能成佛？那这样我们说意志，他能不能成佛？石头能不能成佛？花草树木能不能成佛？来一个问哦，你觉得能不能成佛？以现有看得到的部分是没有，世界是不存在。对。但是它在另外一个层面上，好，那最后那位菩萨，你觉得能不能成佛？好 ，anyway， 没有回答都不要紧。其实这是唐代的湛然大师为了抗辩禅宗和华严宗，他运用这种语言逻辑的模式，把它统合在一起。然后他说：“无情可以成佛，无情有佛性。”对，但是这个佛性是法性。到底无情能不能成佛？如果有人一直追问下去，湛然大师就说：能不能成佛，那就看你是从哪个观点看咯。从佛的角度来看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。那佛会不会说桌子椅子能成佛？我曾经这个事情问美国的智海长老，他的回答很妙。他说：“你不是佛，你怎么知道这些桌椅不能成佛呢？”我说：“但是他明明就是无情众生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就不懂这样的语言逻辑啊。”成佛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？你成佛了吗？我就等于这个就是无解的答案。后来多读书以后就会知道，原来是湛然大师为了抗辩提升抗辩其他宗派的说法，提升天台自宗本身的价值而提出的看法。你有没有觉得大家觉得很妙？好，好，但是他这种独特的见解是不是在乱说？他一定有他如法如理的说法，要不然佛教界不会的。他就是用这样的语言逻辑思辨，让大家觉得哦，取得大家的认同，这样子就可以将其他宗派的学说把它压倒。我就知道，原来我的电脑这么慢，就是在更新这么多米家。哎，
这个就是 Bill Gates 他的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好。Anyway，所以说训练诸位成为讲师，如果按照我的教学模式的话，大家也很辛勤努力的这样学，3年可成。但是这个训练这样的进度或者是这样的用功，那就要需要大家配合我，可以吗？要大量的阅读，大量的练习讲说，然后逻辑。像一个台中的居士，他看了我的录影，他说：“师傅，你讲的都没问题，讲得很细腻，但是你的声音太平了，会让人想睡觉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他说：“要有抑扬顿挫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好好好。”好，Anyway，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和计划。那么，为了让我们课程有教有关，那9月之中啊，我们看哈，那么现在是8月16。9月15号戒期开始，可能13号开始啊，就由大贤法师来为大家讲13、20、27，10月4号、10月11号，然后10月18号我们恢复。所以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周，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对，还有达赖喇嘛尊者讲的那本书《达赖喇嘛教止观》，对，或是达赖喇嘛说止观，那个详细的书名我忘了。大概是这样。那达赖喇嘛说止观的这本书，它还是依循着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和《略论》的止观篇来说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课程。好，刚刚讲到这有没有问题？那么我想，这本书，这个讲义应该要赶快给大家，《佛教各宗大纲之天台宗大纲》。那你看，这上面都有我的修订记录。如正法师是我的师兄，他民国93年的时候编的讲义。但我觉得不够，在102年增补，在110年再制，可能现在112年啊，可能还会三制。对啊，这个古文之中都是用这个字，制作的那个字是制作器物。那这个是呢，文史资料文字，有智慧的都是用这个字。像我们制作古琴呢，制作古琴它不用制作，它不用做，不用造，不用制，它用琢。琢，
酌琴，所以我们说做古琴哦，就是用酌，酌这个字，这个字还很不好写，哎，我这电脑一直在更新，这跑很慢。这个酌是用这个酌字，这不是折，它是酌，雕琢的意思。因为古琴它是这样，它是上下两块板子合成的，下面的板子硬，上面的板子软。因为你上面的板子你在弹琴的时候发出声音，下面的板子硬，声音反弹到硬的板子才，声音下去到硬的板子，然后反弹上来到软的板子，这声音才能透出来。那这也合乎天地之间一阴一阳、一乾一坤、一正一负的观念。而古琴的那个琴的内腔发音孔、天地柱都是用一刀一斧去慢慢雕琢出来的，还要去拿锯子去锯，然后爆木头的那个什么，爆木头的那个工具枪就去爆那个木头木屑，然后爆好了、刨好了那个琴胚之后，还要呢上漆，那个漆不是我们一般油漆，是那个生漆树的漆，那个漆它很容易就硬，所以你要调这个漆的时候，平常的时候这个漆啊，要么就放冰箱啊，放在一般室外它一下就会硬，就会这个结块了，所以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，然后这样上漆，还要上十几道，每次上好一层漆，还要呢用那个砂纸这样去磨，让这个漆能够平稳的、平顺的、平均的渗透到木头里面去。还要再加鹿角霜或是什么什么，所以做一张琴，琢一张琴要一年，一年以后这张琴还能不能弹？都做好了，然后上下琴弦了，还不能弹，还要再放个三四年，因为它那个漆的液体渗进去木头和本身的木头里面的液体起作用，那你要让它稳定下来，这个漆液蒸发，这声音才能用。所以说，像这个叫做琢。那刚刚我们讲到，那是由那个我们那用制，所以制作器物的制，跟文史资料是的制不一样。所以是这样解释，哇，一讲太多了。Anyway， 所以就是有这个计划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。当然，我们先要上天台的基本概念课，4到6周啊。目前有没有人愿意啊？那所以就是运用我们这个课的时间4到6次，那有人吗？有，
OK， 哦，这样子，十二次的，然后每次一个小时，另外一个小时就讲政客，好，这样也可以。那就先看看有没有谁要参加咯。好。好好好好。我的训练方式并不是说给大家很多讲义，做很多表格，大家觉得哇，拿到很多资料纸本回去就觉得哇，我有学到东西，不是。我的方式是真的是扎实的，一个字一个字，一个名词一个名词的，你要吃进去，然后再消化吐出来。哦，好，是这样。然后你除了读进去之外，还要背起来，然后上台来讲。这可就不容易了吧。小时候有没有大家有演讲的经验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演讲的经验。国中就是忙着什么考试、升学，高中高手太多了，多得要命。不得了，到大学，哎，我这个能力才慢慢被培养出来。在哪里被培养？在三峡的西联进院。那我们就是要上台，有一个课程叫佛纲四讲，佛法纲要由大学正在读书的学长在上台来讲，然后法师们都坐在底下听，随时就会问你问题，那你心脏要很强，然后问你问题，那他们都是以前的学长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训练和磨练，因为法师问问题都很犀利，现在的同学们都是一直鼓励，然后什么鼓励说好话。以前我在联谊室大专学生斋戒学会的时候，是我们上研究班高级部的课程，就是教灌纲宗和小止观六妙门，然后呢前一天法师或是雄丸老师讲完了，第二天我们要抽签上台复讲，那每人讲十分钟，那有的人讲了五分钟，抽到签结结巴巴讲得不好，法师就会在底下训斥，说你们大专学生来这边吃常住的用常住的，还不好好学习佛法，然后讲得这么差。这样怎么对得起三宝，对得起发心的居士，对得起众生？反正讲得很严重啊。然后法师就说：“你给我下来，再换一个上去。”我们是这样训练，嗯，可以吗？会不会觉得刺激？所以到后来斋戒学会就停办了。我跟最后一届斋戒学会总学员长到现在还有联络，他说那时候参加斋戒学会只剩下十二个人，我说好，我那时候是120个人，联谊室都住不下。好，大家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训练？师傅，你到时候是
可以。然后你们就先讲基础的佛学名词。好，知不知道三毒怎么讲？你要先解释什么叫做毒，为什么这贪嗔痴会毒害我们？对，它会带来苦，它是烦恼，所以它是有烦恼是因，而苦是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这样子来分析，贪是什么样的情形？那你要讲出来。我们在贪求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瞳孔放大？是不是心跳加速？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把它据为己有，别人不可以拿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例如说，哎呀，我要今天去抢限时的限量的 LV 包包，例如这样说哈，那很多人去排队，你就把那些排队的人通通杀几遍去，只有我可以，别人都不行。其实在这时候呢，你就发现这个贪的这个形象整个就很鲜明起来了。所以你要把一个字把它讲好，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吧。好，那有什么是嗔，什么是痴，那就按照这样子来讲。然后最后还要说怎么对治这贪烦恼、嗔烦恼、痴烦恼。所以这样三十分钟应该不为过吧。要不然学姐先来一次。好。好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正式开始讲我们的课。来。第几页呢？646。这是基金会的本子齁。好。这个李志夫老师的本子620啊。哦，看到这个酌字了没有？这个就是酌情的酌，它就是雕琢的意思，一刀一斧这样子去，要用力。哦，所以这个造这个字很有意思啊。哦，620。好，再来。书居士的本子43倒数七行，43页。好，李贤法师的本子是776。那么除了李贤法师的本子我没有纸本之外，其他都有啊。拿给大家，我们就看看这个书。那个佛光出版社的这法华玄义啊，这沈海燕的这本法华玄义什么，你看看他的
是什么法华学艺研究是吧？探维。哦，法华学艺探维还买得到。哦，那其他就很难买了，几乎买不到。看看露天拍卖，或者雅虎拍卖有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开始讲我们课哦。我们是基金会本子是从什么？646的第几页？第几？哦。请看这个文哦，福顺济齐通上，即灭无声音通晓。那是要回到前面的文字，前面的文字是说什么呢？福顺济齐通上，我看这里啊，这里是在。这还是在 ，sorry， 这还是在那个嘛断福这边嘛。哦，在这里，福顺济齐通上，这是指福人和顺人。哦，所以他前面是从福人和顺人这个文过来。福顺二人可以通上，通上是到哪里？通到极灭的，所以说他说极灭和无生法忍呢，也可以通下。那这个通上通下是何意？对，是原教义啊。因为在前面的他这里，我看他这个。在苏居士的本子，他就说：“福忍位上下可以通，顺忍位也可以这样类推。再来说，福顺二忍可以通，通上面的忍位，也就是说，从福忍、顺忍到达什么无生法忍到极灭忍，都可以一直往上通。那么极灭忍。”无生法忍能不能通福忍顺忍？可以，但是这里是原教位次才能这样，别教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因为别教就是像竹子和那个冰一步一脚印。我们知道在象棋里面，竹子汉兵还没过河之前，他都只能往前。他过河以后呢，他可以左，可以右，还有向前。他们后退，不能后退。修行呢，也是这样，但是这是别教，还有三藏教也是这样。所以你说《俱舍论》里面说的阿罗汉会。退失他原本的，退失他原本的果位，成退法阿罗汉。这个是从大圣的角度来说，阿罗汉会退。但是从部派佛教小圣声闻来说，阿罗汉就是有进无退。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阿罗汉就是佛，因为佛也是阿罗汉，是大阿罗汉，是不是？阿罗汉所断的烦恼跟佛一般无二，我是指声闻二圣啊。但是为什么他不及佛？既然断的烦恼一样啊，哦，福报。福报不如佛啊，这是在二圣来说，
那在大圣来讲，菩萨、佛和阿罗汉，那都不是一个档次的，不是同一个 水平的。菩萨对于烦恼，他可以忍而不正，他想断烦恼就断，他不想断他就不断。他为什么不想断烦恼呢？是为了要度众生。阿罗汉想不想度众生？主动的想去度众生吗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他都是随缘。他就像一口钟在那里，你去敲他才响，你不敲他不响。但是到了菩萨这时候，他就会做不请之友。众生不请你来讲法，他都会想要去讲给你听；众生不请你来度，他都想要去度。所以菩萨的这个心行，他是积极的，他不同于声闻。也由因此，你经过菩萨的位阶，你才能证得佛果。那这在原教位次呢，福顺二忍可以往上通，那么呢，上面的极灭无生二忍也可以通于下，而后它是圆融无碍的。所以说，像思义梵天所问经，他说一切众生极灭尽定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一切众生都进入灭尽定吗？如果你这个不懂，你可以看它是净明书。净明书就是什么？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的注解。一切众生皆如，所谓一切众生皆如什么？一切众生都是诸法实相，一切众生都是空性，或者这个如还可以解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。所以由这样原教位次来说，一切众生即灭尽定，那李贤法师的说一切众生即灭尽定是什么意思？他说缘即灭理定，非小圣的灭尽定，这是在四千里面讲的。也就是说，一切众生呢，他能够与这个缘集之理相合，但是这不是小圣的灭尽定哦。小圣灭尽定只有阿罗汉可以，三果圣人、阿那含都不行哦。三果圣人他最后的归宿是在哪里？那五境居天，那什么是五境居天呢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你有读很多书。五境居天，他究竟是在讲什么呢？请看。我以后要把我的电脑关闭，停止更新，不然呢，每次更新电脑负担都很重。五境居天，他是说在色界四禅。色界四禅呢，中有五层天，但是这五层天都是在同一层的。也就是说，色界的四禅天有五大区，那那一，他的有人要问我说，那这样四禅天它究竟有多大？那我不知道啊。就好像你说天有多高，地有多深，我不知道啊。因为这个是跟你修行解脱完全无关的。你要说宇宙中有多少星星，我说不知道啊。佛是
不回答这种问题的。好，有没有看法？哦，就是说我刚刚说的是宇宙到底有多少星星，佛是不会回答这种问题的。对对对，你或是有人发神经问佛说宇宙什么时候会爆炸，佛就不吭声不讲话。而五净居圈就是四禅，色界四禅中有五个区域，四禅天五个区域称色界四禅的五天。那么三果圣人就住在色界四禅啊，无烦天、无乐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和什么天呢？色究竟天啊，这五天皆横列在四禅天中。啊，这个你要修到四禅才能投身到那里去，可以吗？好 ，OK。所以他这里说，一切众生即灭尽定，灭尽定只有阿罗汉可得，但这个灭尽定是缘即灭离。那缘即是什么？圆满的即灭一切烦恼，一切都是圆满的结束。灭度之真理，然后住于这个真理之中，所以称为缘即灭理之定，非小圣的什么事的灭尽定。所以他说一切众生即灭尽定讲的是这个，意味着一切众生也是都能成佛，都能圆满的即灭。这个是原教来说啊。再来净明说，一切众生皆如啊，一切众生呢，他说如是什么意思，刚刚讲过了。所以这里讲如即是无生人，就是无生法人哦。那我们知道无生法人是在哪三个位阶啊？哦，这个要记起来哈、哦。无生法忍讲的是刚上礼拜有讲过啊，是不是？亦浮亦断，亦无碍，亦解脱。那它是在哪里？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，对，这是原教，这个要背起来。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，好像这个他们修的呢，其实都是修心，像是实信位修的是什么？十种信心啊，十行位修的也是十种行心，十回向呢也修的十种回向心。哦，我不乱讲的，因为这个都是出自于《菩萨璎珞本业经》，跟《华严经》也有重叠。我们随便举一个，像是十回向，它就是十种回向心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我这个回要那个一下。好，请看。他说，
又称作十回向心，所以他都是在修心，救护一切众生，离众生相回向，就是要行六度四摄，救护一切众生，冤亲平等。那其实就是还是在修我们的心啊。为什么说称为修我们的心呢？我们的心都是常常在分别对立之中，有善有恶，有好有坏，有胖有瘦，有高有矮，然后常常就是虚妄分别。因为你有虚妄分别，所以阿罗汉才能舍弃一切的恶烦恼，到达阿罗汉果嘛。但是就菩萨来说，你能不能舍弃不要的众生和恶的众生，只度你想要的？不行嘛。他要什么？是无量心嘛，愿一切众生远离乐及什么啊？不，愿一众生具足乐及乐因，愿一切众生离苦及苦因，对不对？要一切众生啊，不能拣择。所以你看，菩萨他就比阿罗汉高了。这主要就是在修心的过程。好，这是十回向的部分哈。以做十回向来做例子，那所以他这底下我们来看，他这个文是什么？一切众生即灭经讲过，一切众生皆如，如就是无生的，又就是为无生，就理为极灭，又分正为极灭，让果为无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先看白话解释。一切众生皆如，就是等同于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是哪四个位阶？再问一下，刚刚不是才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对不对？那一切众生都可以到达这里。他说，那要知道如就是法曰祸灭，言为无生了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诸法如是诸法实相，这个诸法实相有分理和事，就事上来说，就是事法，就是断烦恼，所以叫祸灭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从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四个，对不对？他开始断的是什么？是尘沙祸和无明祸嘛，对不对？到最后等觉菩萨位，只剩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了。这时候等觉菩萨在哪里？他先去兜率天的内院，对，一生普处位，之后下生人间。先雪山修行，然后呢，在菩提树下金刚坐，入金刚预定，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断最后一品无明惑，成大觉圆满的佛果。然后印度人就说了，三世一切诸佛啊，只要你是信佛教的，都说都是三世一切诸佛都是出生在什么？印度，没有出生在其他地方，不会出生在我们所谓的中国，他们的中国就是印度。那除了印度之外，其他都是什么？边地。那你要了解印度人的思想啊，
所以三四阶诸佛都是出生在印度，所以这里来说，就断烦恼来说是无生人，但是就实相之理呢，所证是即灭人，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符合《法华经》啊？《法华经》就是一切众生都被受记作佛啊，是不是？讲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一佛圣思想就是《法华经》啊。所以实理所证是即灭人。又从分证来说，虽然每一个阶段都有他所谓的即灭相，但是就果来说，要悟入诸法无生。这里他还那个少一个无灭，那就是要悟入一切诸法不生不灭啊。这个是从原教位次的什么来分别福忍、顺忍、恶忍的福祸和断祸内容来讲的，可以吗？如果不知道，我们看这个，他这个科文就是这个意思。他的科文还有这个四千，这科文是谁做的科啊？你们的法华学义课本上面这第一页就有啊，传灯大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不对啊？不知道，我嘞，我嘞了，是不是？尤溪传灯大师是科，四千是谁做？湛蓝大师。哦，了解没有？哎，那个，你们那个课本的封面都没看？封面是湛然士，对，智者大师说，对，智者大师说，灌顶记，对，啊。我记得这科文是传灯大师的科。好 ，OK， 好，再下一段文。若曰因果，亦有通别。他这里的通别不是通教和别教哦，通是指通透。啊，对于从头到尾。能够融贯的来说，别是什么？举出细部、分门别类的来说明它，所以这讲通别，可以吗？通，这里不是通教的通，一切众生及大涅槃，曰因而论果。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什么意思？来，我给大家讲。若论因果，亦有通别。一切众生及大涅槃。好，这个意思是这样。如果以因果的互通，也有通别两种，其中通一切众生及大涅槃，也就是说，即就迷因亦通证悟果言。那他这个。没有解释，他只是将他这个什么《法华玄义》的文
多加几个字，但是你里面的意还是不懂。那它这里的通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请看。他说：“一切众生即大涅槃，即是曰因论果。佛性者，名之为因，此即曰果论因。”好，什么是因？什么是果？因，原因，主要的因素，主要的条件；果，最后的结果。在原教来说，一切众生怎么样？他说：“原名亦可通用。”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切众生即大涅槃。怎么讲？也就是说，一切众生呢、啊，跟佛，一切众生啊，他现在虽然还没有证得佛所证的大般涅槃，但是就原教来讲。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一切众生都能得证大般涅槃，这是通盘的来说。即是曰因论果，什么是曰因论果？虽然他现在是在什么凡夫位，但未来他可不可以成佛证大涅槃？可以，连最恶的阿罗啊，不是不是讲错了。最恶的是谁？上歹的那个人，要抬佛祖抬几啊拜无成功的那个叫什么名？哎，对，提婆达多未来能不能成佛？可以，一切众生都能够得证大涅槃。现在他只先从他的。果地来讲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。那你不能从这样子来说，也就是鼓励一切众生努力奋发向前。你不能说，哎，你根性不够不能成佛。哎，你这个只有什么声闻种性，你没有菩萨种性，不能成佛。啊，不能这样讲啊。所以说，曰因论果，他。底下他就立刻牵出佛性者名之为因，此即曰果论因。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是曰因论果，一个是曰果论因。曰因论果讲的是从原因而到结果，这是顺向。佛性呢，反过头来还逃鬼来攻。为什么每个众生都能成佛呢？因为每个众生都具有佛性，这个佛性到底是清净无染的如来藏心性净明体，从无始本有就存在众生每一个众生的心中，还是说你这是你成佛的可能性？只要你努力认真修行，就一定能成佛？到底是哪个？就智者大师这个来看，应该是指的是，只要你认真修行，未来都有可能成佛的这个路数来看，而不是说每个众生都存在着一个如来藏心性净明体。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？这个就要讲到佛性到底是本有的，还是后出的、后起的？是是是是是。就这是始觉，本觉就不是这样。例如说，哎，您贵姓大名？刘啊，
刘菩萨，我说你就是佛啊，你会不会觉得，哎，我突然打个冷战，我这个烦恼很重啊，我怎么会是佛呢？但是你有佛性存在你的心中，只是你没有被开发，没有显扬，但是你有佛性就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会不会觉得，哎，那我这样以后成佛有信心？好，这是一个说法。但是换另外一个说法说，哎，你好好修行，未来会成佛，你有成佛的可能。好，哪一种你会觉得比较有信心？很显然是第一种吧。第一种就是你就是佛，只是你这佛性没有被开发。那，啊，第二个还要，哦，你要一直不断的努力啊，一直不断的修行啊，如果不努力不修行就 no 事啦。那你会不会觉得，哦，会很跳。所以这个在印度佛教的后期，这样的一个如来藏思想，如来藏的学问，就成了印度佛教思想后期的主流。那这是第二种，这是第二种。对对对，就是说这是后来后期的印度佛教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它是后期的印度佛教。你要很努力修行，不然不能成佛，是属于印度佛教的初期，性空为名。但是说你就是佛，只是佛性没有开发，这个是印度佛教的后期，所以。印顺长老分印度佛教的大圣三系就是这样。印度佛教的大圣三系，第一，性空为名。这就是说，必须很努力修行，力不见得，未来有成佛之可能。这也是属于一种佛性的解释哦。第二，虚妄为实。虚妄为实。为实。对。第三，真常为心。嗯，所以虚妄为实是中期吗？然后晚期才是。对，这依照。年代来说，啊，用西元纪年。那你说，佛的那个时代是什么？西元前七世纪。佛的年代，代写错了。七世纪，这个西元的纪年其实就是以耶稣的出生为主。耶稣出生前就西元前，耶稣出生后就是西元。我知道啊。好，所以佛呢？他是在耶稣出生前600多年就出世了。哦，真常唯心讲的是
个人。用人好了，都具备一个清净污染的什么佛性。这个佛性我们称之为什么、啊、如来藏性，这是楞严经讲的，称之为这是什么？如来藏学，或是如来藏思想，就是众生的佛性隐藏在烦恼之中。那印顺长老他是说，烦恼即菩提是什么？由烦恼而趋向菩提。但是这是要再多加说明，真正最后的就是烦恼跟菩提是无差别的，烦恼跟菩提无差别，就是他们都是空性、啊、对对对，九点九点，哎呀师父啊，以后好，所以这里约因论果，约果论因，它的不同处我刚刚都讲了、哦、所以这里约果论因，一切众生及大涅槃是约因论果，佛性者就是佛性思想，名之为因的约果论因。那智者大师担心大家觉得他这是自己说的，他就引经典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没有错，所以底下他引什么大经，大经就是指什么大涅槃经，是不是、哦、这个弄掉，大涅槃经，是果非因名大涅槃，是因非果名为佛性。好，可以了解了哈。从你修行由因而至果，现在我讲果就是你最后涅槃圆寂得大波涅槃，这是是果非因，是因非果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清净无染的佛性种子，然后呢能够好好修行，把自己的佛性显扬，去除烦恼垢障染污，最后佛性显扬出来，你就是佛。那这个呢，是因非果，是不是真正的佛啊？不是啊，他是理即佛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有佛性。但智者大师有没有说这个佛性就是如来藏心性净明体呢？没有，没这样讲。
我看智者大师的言语文字，他还是讲的是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，要透过努力修行才能成佛的这个路数啊。好，是因非果，名为佛性。了见佛性，乃是于佛，故亦得是因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了见佛性，讲完这句下课啊。所谓了见佛性呢，乃至是他是说，从那个呢佛果上面来说，再往前，说意在梵音，他这个我们是讲到这里啊。了见佛性，乃是于佛，故亦得是因。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，我们把这一段好好讲。大经云：是果非因，名大涅槃；是因非果，名为佛性。我们刚刚讲过了，了见佛性就是说，你能够对于自己，不管是成佛之可能了了分明，或者是你真的看到了、探索到了，或是真正的知道自己有如来藏心性净明体，啊，而是叫了见佛性。你知道自己有佛性之后，你有信心，未来一定可以，他决定可以修行成佛，所以是乃是于佛。故亦得是因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据世谦他来说啊，这就是有通有别啊。了见佛性，你知道自己有佛性，这难道不是因吗？然后呢，相信自己能成佛，然后你愿意努力去修行，最后终于得证佛果位，那这才是果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因和果，他的这样说，反复的说明说，是果非因，是因非果。所以你看他的课文叫什么？别以是通，对不对？那前面呢，这边是别以是通，前面一定是以通是别嘛，是吧？约因果变通别，啊，初通有二，初单判，单判又分两个，又正判，然后底下还有，啊，好，约因论果，还有呢，约果论因都讲过了，啊，可不可以？以别是通，这也讲过了。底下它也是不难啊，那我们下周再讲。我把这文先念一下：等觉望妙觉为因，望菩萨为果啊，这个是很清楚。你在等觉菩萨位，对不对？那么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的法身大士和菩萨们，看到你在等觉菩萨位，他觉得，哦，等觉菩萨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佛，因为位阶在前，在他们之前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等觉菩萨位是果，那么前面的什么十地菩萨位就是因。如果妙觉佛果位是果，那么等觉菩萨位就是因。好，可不可以了解？所以自下以去，一因一因因，一果一果果，是什么意思啊？那
那怎么又是因又是果？什么因因又果果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好，白话解释就是，白话解释就是什么？苏居士完全没有解释，他就说，例如以等觉菩萨位来说，他既是因，他又是果，他是谁的果呢？十地菩萨的果。他是谁的因呢？妙觉佛果的因，对不对？这个因，因是指啊重叠相重的因。例如说十地菩萨位之前是什么位？十回向位，对不对？十回向位的果是什么？十地菩萨。再往下去，十地菩萨的果是等觉菩萨位，但是就十回向位来说，是不是果果重叠？来来来来来，请看这个哈，天台寺叫断正位是比较表，来你看，以十地菩萨不以等觉位来说，他往前有什么妙觉佛果，往后有十地十回向十行位，就十回向位来说，他的果地是什么？十地。在下一层的果地是等觉，这就叫果果，可以吗？那么因因来说呢，怎么讲？这个可以说是果果，那因因反推回去啊，成为等觉菩萨位的是什么？他的因是什么？实地。你这么修淡的，这正在讲呢，淡的 no， 突然断掉。等觉菩萨位它是果，那它的因地是什么？十地。再往上一层是十回向，哦，这叫一因因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这段文顺序顺利的讲下来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讲到这。下周我们就前面不再讲什么，不再讲什么开场白或是什么之类的。好，那目前我们是讲到苏居士的本子是44页第二行结束，所以一因因一果果一因一果，知道了吧？可不可以？那位。您怎么称呼？你有没有加入群组啊？哦，那个加入一下，不然我都不认识你。我今天才知道您姓刘的。好，拜谁拜谁。好，这个是苏居士的本子，是到44页第二行结束。李智夫老师的本子是到621页。621页，李贤法师的本子是778页，所以你看他这里底下还有他的4000讲很多啊，12因缘因，单因是净，观因缘之智因因，忘果是因，因上起因，从因是观等等等等，下周再讲这个。以前法师本子是778页。好，基金会的本子是648，对，68页哦，68页。他这一段4000的文，我们还是要略作解释一下，下周
给大家解释，然后才进到约分别义、福顺二人等等。好，师傅，我能不能那个再请问一下？好，我们一般会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那现在《妙法莲华经》玄义释迁，可不可以麻烦您针对这个玄义跟释迁这两个字，好，解释清楚？玄义呢，就是指什么？他就是解释《妙法莲华经》五个字，用释名辩体明中论用判教相来解释。释迁就是对于玄义的文再解释，所以越解释越多，越解释越难，所以后面的人学习的就越复杂，然后越吃力。因为众生的根性越来越漏裂了，不讲清楚他们就看不懂，但是你越讲越多他就越不想学了。哎，所以这个学习佛法经论它也是修行啊，必须耐住性子，去除名利心、骄慢心，你才能安得下心来学经论。好，就先讲到这。好，向下文常复以来日。刚好我的电脑也怎么样？是不是更新完了？哦，刚刚真的很苦恼啊。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下课。